1952年初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九连奉命执行特殊任务，为配合大部队行动，由赵长贵、崔松培、刘耀等人组成的小分队孤军深入敌后，穿插迂回，面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队英勇战斗。小分队目标摧毁敌人炮兵警戒阵地，但却被意想不到的情况挡住了去路。
Thank you.
是五连卫生员蓝素贞。九连司令部，你是卫生员。九连，刘耀，你怎么被他们抓住了？突围之后，我们就和部队走散了。我带着几个伤员东躲西藏了好久，出来找食物的时候，被他们抓住了。那伤员呢？ 走，快点，衣服没拿。走，哎呀！ 帅吗？瑞，谢谢啊。怎么是酒啊？哎哎，给排长留点。 行，快开枪！
没事吧？没事。 再耗下去了，声东击西吧。 Thank you.
地，你可就多操点心了。我走的时候，家里头那头老母猪下的那窝猪崽儿，岁数也挺大的。我这边挺好，朝鲜人民啊，对我们也挺好。总是吃不惯这边的高粱米，还是愿意吃咱家里的饼子。现在花也快开了，咱娘每次一到开花的时候就咳嗽，你弟弟给他把那窗户纸再糊糊。最近回去的这个东西里叫巧克力，是美国鬼子的任务，那稀罕的很。希望你收到信的时候他还没回，你跟咱娘都好好尝尝。等打完仗回家，我给你们带更多的稀罕玩意儿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不知道。朝鲜孩子，他们村子都被美国鬼子的炸弹烧光了。排长在水缸里发现了他，我们都叫他水生。当时天寒地冻的，如果我们没有发现他，准冻死了。打那以后天天跟着排长，这小子排长去哪儿他去哪儿。为了照顾他，我们可没少发愁。有一次偷袭美军仓库，好不容易弄了一箱罐头，结果他越吃越饿，后来才知道是番茄汁儿，可把排长急坏了。那他怎么都不说话？自从我们救起他那天起就没见他说过话。班长，咱弟弟今年也这么大了吧？当兵那一年跟他一般大，现在估计长很高了吧？欧尼，哈啾。憨给大。
还是你同学会哄孩子呀、啊？你是不是也有弟弟妹妹？我有个哥哥，小时候他就是这么哄我的。那他人呢？我哥以前在信里也提到过这种吃法。这是排长教我的。你一个女孩子，怎么也来部队了？谢谢。跟你们一样啊。睡着了。嗯。小时候我们家也有一个这样的窝棚，但是比这个窄很多。我跟我哥，不管谁一挨骂，就往里面钻。我妈根本进不来，后来给我妈气的，就直接把这个窝棚给拆了。这可真香！我也想我妈了，她身体不是很好，她都没吃过巧克力，我也没法告诉她，我不识字。她一定很担心你吧？
我隔一段时间就让班长给我写个字条，很简单，就平安两个字。现在都存在班长包里呢。班长的大部队，我一起寄给我妈。换个话题吧。仗打完了，你们想干嘛？我想识字，想上学。那好呀，我可以教你。我以前上学学的就是师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一言为定。嗯。那你呢？我想回去接着把书读完，然后去当一个小学老师。班长，你呢？等战争胜利了，好好睡一觉。都打倒了，我家翻了好多天，到时候给我妈种一片麦子地，天天吃白面馍馍，顿顿吃的饱饱的。
要么我正面吸引住一下火力吧。不行。班长，让我去吧。把人救好这下。班长，给我尝尝，给我尝尝。这玩意有啥好用的？走了，班长。哎，刘洋，刘洋，回来，你回来！说什么？叔叔在清理那个罐子。刘洋，你。Thank you.
我想。排长叫你说的。